紫兰是用什么肥料？可以使用豆饼肥还有黄豆等作物制成的氮肥，使用骨粉、鱼鳞还有家禽的粪便制成磷肥，用草木灰、稻草灰等作为钾肥。不过建议在施肥的时候不要用太多的黄豆，因为里面的氮非常多，很容易导致植株徒长。平时的话也可以往土里放一些炉渣还有河沙以及鸡蛋壳，它们能够增加土里面的微量元素。从肥料的性质上来说，它主要需要的是叶肥和固体肥。